尊敬的郑总贤伉俪，诸位大德同修，大家吉祥，阿弥陀佛。我们今天一起学习老和尚阿弥陀佛48愿讲记。我们昨天也提到往生净土要相应，一念相应一念佛要跟清净心相应，要跟阿弥陀佛的心相应，要跟48愿相应，心同阿弥陀佛，愿同阿弥陀佛，行同阿弥陀佛。尤其新的一年到了，我们自我期许要把48愿呢变成自己的心，把无量寿经呢变成自己的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，这样就是如来所行亦应随行，我们效法阿弥陀佛，无量寿经是阿弥陀佛，学佛就是学做佛，老和尚说我们要依阿弥陀佛为老师，那依阿弥陀佛为老师我们要越学越像，把无量寿经一句一句落实就越来越像阿弥陀佛了，这就是相应了。好，那上一次呢我们这个一起学习到是183页，那这三愿呢是第25愿天人礼敬愿，还有这个闻名得福愿，我们上次是讲到闻名得福，若闻我名寿终之后生尊贵家，诸根无缺。那我们不能望文生义，尊贵家升到做大官的，家里很有钱的，所以师长在这里提到了这个生尊贵家绝对不是他的父母地位很高，家里有很多财富，因为假如没有道德生到他家里去那还没有长大那家里就发生变故了，那不是福了，所以福报第一是德行，我们看五福临门第一这个长寿，好，那长寿假如没有德好不好那不是造更多业吗？你看这个五福当中好善好德，这个是最重要的，有财富有地位，那假如没有德有财富会怎么样？奢侈了有地位会怎么样？
哎呦，很傲慢了，为所欲为了。我们这个时代有两个词叫富二代、官二代。假如家里没有重视德行教育啊，那这个不是真正的福报了。所以富贵长寿、健康，还有一个就是好善好德，这个最重要了。这些福报啊，才是真福报了。所以富贵人家教小孩啊，比贫穷人更难。大家认同吗？哇，这个富你不好好教他，他一定很容易奢侈。地位高了你不教他了，容易哇妄自尊大。陈德认识一个很好的朋友，他是警官呢，负责去保护这些高官，到他们家保护他们安全呢。他们自己本身也是警官呢。他说看这个大官呢心跟衰啊，看他下一代开车出来的态度就知道了。假如孩子开车出来了，警官谢谢你啊，辛苦了，这个家要行了。假如开出来慢吞吞的干什么，快一点，这个下一代教不好要败了。都有症状哦，都有征兆哦。国家将兴必有真祥，国家将亡必有妖孽。一个国是这样，一个家也是这样，甚至一个人他要往好处走啊，还是要堕落啊，有没有征兆啊？有啊，哇，每天念佛听经不中断，看到这个症状，哇，这个人要去做佛了。为什么？善根发动了。哇，你看一个人游手好闲，然后放纵欲望，玩乐，这个业力会发动啊。所以要护念自己要善根发动啊，谨防业力发动。我们只要一不精进了，散乱了，会招感无始劫的业力哦。所以一念弥陀圣号啊，诸佛如来加持啊，一起妄念了，可能魔得其变了，冤亲债主得其变了，这个我们不得不慎重啊，一念的差别啊。真正体会深了，那不行啊，要分秒必争啊，不然起妄念了，就轮回心造轮回业了。三十信念说：“须臾被念佛之心，刹那即结业之所。”这结轮回业了。所以这个克念作圣了，要克制这个妄念邪念的。所以现在年轻人呢，面对的诱惑也非常多啊。
就好像医学讲的免疫力啊，那外面不可能没有病毒，可是你免疫力好啊，这病毒影响不了。同样的，现在外面的诱惑多啊，孩子从小是非善恶能够分辨了，他很有正气啊，他就不容易受污染了。所以这个福报第一啊，是德行啊，祖宗父母积德，这个家庭才是尊贵之家。我们看这个范仲淹先生，哇，你看他的后代个个都成才。孔子离我们2500多年，他的后代出了多少人才，因为都有他的教诲的家道在承传。所以身在好善积德的家庭里啊，从小接受啊良好的教育熏陶。黄念祖老居士的佛化家庭长大的。一生啊不会有灾难，这才是真正的幸福。在道中啊就不在劫难当中。孩子从小很好的教育，心地善良，他感的好的因缘呢，所以诸位要晓得啊，财富不一定是福报，祸福相依呀，有好的教育，好的心肠了，他又有福报啊，他会造福于人。假如没有德行了，福报现前呢，可能是他跟家庭的灾难要到了。所以有钱呢，要装没钱，常富骄子啊，不然你让你的孩子觉得你很有钱了，他就觉得哎呀，我爸那么多钱呢，我三辈子都花不完了。他就不努力了，所以教育孩子要有智慧那佛经上讲的呢，财为五家共有啊，哪五家呢？水灾、火灾、小偷强盗，还有贪官污吏，他贪污了，还有一个是败家子，诸位仁者啊，这五个哪一个最厉害啊？好像败家子挺厉害哦。好啊，可能几代人呢，就被他给败掉了。但是。命运是可以改造的，不孝子孙呢，到家里来能不能转？可以转啊！这个有一个真实的故事了，两个大官的家庭啊较量，最后把另外一个家庭给。这个弄的让他们衰败了，结果就投到他们家来了，刚好他们家呢跟佛门有缘呢，所以有高僧呢就点化他了，因为他孩子都不听话，很小就不听话了，点化他来讨债的。哇，他一想，既然是来讨债的，那我这些钱呢，不如去做好事了。
他在做好事的过程呢，这个孩子还是给他添麻烦了。有一天烧了好像十几间房子了，他也不生气，因为他看破了，明白了，还是去把钱都给付掉了，承担后果。这孩子本来很不喜欢读书啊，都是添麻烦的，结果他真的善尽了家财啊，他还是变得爱读书了，最后还考上功名，看转过来了，都能转的。那你没有福报啊，财富保不住。没有福德啊，这个德很重要啊。那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啊，现在的企业寿命啊，是越来越长还是越来越短？越来越短。为什么？企业他没有修德啊，他就想我赶快赚很多钱呢，他保不住了。你看古代说富不过三代，我感觉这句话在我们这个时代要改一下了。富不过一代，甚至说富不过五年，因为大家都不修德了，急功近利啊。我拿到手了啊，就是我的了，但是他用不正当的手段呢，留不住。所以大学说啊，祸备而入者，你用不正当的手段把财货啊拿进来了，易备而出，很快就流掉了。所以保不住，不过眼前呢，给你看看而已啊。我们同修虽然天天在这里听经，天天在这里念阿弥陀佛，但是心不在西方极乐世界，也不在阿弥陀佛，他的心在股票上了。那我们看老和尚讲这一句啊，我们要不要拉回来关照一下？我的心在哪里？净土为归啊，净土是归宿啊，是我们的目标归宿。那我现在走的每一步要不要往这个归宿的方向？你假如不想极乐世界，不想阿弥陀佛，那不是跟这个目标背道而驰了？所以老和尚说，能不能往生呢，不要问别人，要问自己，你每天的念头都在想什么？想股票。还有几个很坦白的，告诉我，告诉老和尚啊，做了好几年了，赚了四五千万，可是去年一年了，赔光了。四五年的光阴空过，一片空白。他这四五年假如效法海贤老和尚啊，那不得了了，他可能就拿到西方极乐世界的 passport 了，是吧？说实在的，这个万德洪名啊，会快速提升善根福德嘞。所以藕益大师说啊，以持名故，持这句万德洪名，这是阿弥陀佛在果地成就的功德啊，拿到因地修啊。所以以持名故，
善根福德同佛啊。你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，那个善根福德跟佛一样啊。你看这么殊胜的机缘呢、啊，你念一生，观经说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啊。哇，大家想一想，四五年能念多少生啊，结果这四五年空忙一场。大家想一想哦，四五年玩股票四五千万又回去了，请问这四五年的心是什么状态？哎呀，七上八下的。所以一片空白，所以钱是给你看看的。四五千万太少了，没有我多。如果钱财看看就算是自己的，那银行的钞票我去看看，也就算是我自己的。这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这都是身外之物啊。老和尚举例了，我往年呢，在香港讲经啊，有一位居士的金银珠宝很多，放在银行保险箱里啊。可能带老和尚去看了，结果看完了，老和尚说了：“你就只有这么一点点啊。”他心里就很不痛快了。有这么多金银财宝啊，他有这么多呢，这些珠宝呢他不敢拿回家，拿回家怕小偷，不敢戴在手上怕人家抢劫，只有放在银行保险箱啊，一个星期去打开看一次。大家听到这里啊，觉得这个人累不累啊？有没有给自己找麻烦啊？有哦。所以你看老和尚这个大善之士在点化他了。你就这么一点点啊，别给自己找麻烦啊，这个都是累赘啊。修行人越修越简单啊，不要给自己找麻烦啊。大家要出门的时候啊，把衣柜打开来，我今天到底要穿哪一件呢？想了多久？出家有一个好处，想都不用想，反正就这两件啊。那个想穿哪一件呢、花的时间呢、可以念多少声佛号啊？所以越学越简单哦，简单到只有一句南无阿弥陀佛。所以我们这个看到老和尚这一段讲解呀、我们要拉回身上，累赘要越来越少。还会牵挂的事，赶快都去安排好。一心净土为归宿。无常迅速哦，你心上还有牵挂啊，无常一来，你一定随着这个牵挂走的。你了无牵挂了，一心念佛了，无常一来，我还是阿弥陀佛，那就跟弥陀走了。大家有没有突然刚好在马路上有一台车冲过来了？我有遇过。突然很紧急过来了，这个时候我们起的念头是什么？
啊，慧君啊，妈，慧君啊，妈就找妈去了。啊，假如这个突然间阿弥陀佛，你不会有其他的念头，那就最熟悉的任何境界来，第一念就是阿弥陀佛。哦，这个我们就比较有把握了。好，那这个老和尚说了，如果这样啊，你一星期来看一次，就算是自己的。那香港所有的影楼啊，都是我的了。为什么？我到那里叫人家拿出来给我看看，摸一摸，好，收起来，给我保管好，而且还不用付银行费用。那这有什么两样呢？和他没有两样啊，也不敢带，也不敢放在家里，怎么能算是自己的呢？啊，人迷惑颠倒啊，愚痴到这种程度啊，啊，有什么法子呢？不开窍啊。哦，如果钞票看看就是自己的，那银行的钞票就是自己的。哦，我比他多的太多了。啊，5000万算什么？所以啊，这些身外之物啊，要看得破啊，不然都被他牵了3年、5年、10年，这个心都被他束缚住了，甚至是7上8下了。哎呀，愚痴可怜啊，不开窍啊。虽然念佛啊，心里还挂念股票，你说糟糕不糟糕啊？啊，这样的人，诸佛菩萨、龙天善神呢，不会向他致敬的。啊，前一愿是天人礼敬啊。哦，所以学佛啊，就是要头脑清楚啊。哦，这些事实啊，要搞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财富啊，有没有？啊，我跟你说真话。啊，每一个人呢，连一文都没有。哎，你们想想对不对？啊，晚上睡熟了，啊，人家把你身体抬走啊，都不知道，不晓得，哪一样是你的？连身体都不是自己的，那哪一样是自己的？哦，不要说死了以后啊，才一样带不去。睡觉的时候啊，都没有，没有一样是你的了。哦，每天晚上啊，都要死一次，还不警觉。哦，那老和尚讲到这里啊，我们念佛人呢，每一天都要练习死一次了，啊，躺在那里，阿弥陀佛来接我吧。哇，你这么一想啊，世间人事物你都要放下哦，不然你怎么跟阿弥陀佛走？我们有听过，40岁左右而已啊，隔天还要去参加这个佛门的活动哦，结果上了床，跟那一双拖鞋呀，告别了，上床别了，下床鞋了，40岁左右，为什么呢？中风了。隔天他太太起来了，哎，他今天不是参加活动吗？哦，
怎么没动静啊？一看，哇，走了。但是他太太啊，认识不够清楚，又把他送医了，其实已经断气了，啊，又折腾了老半天了。哦，所以黄泉路上无老少啊，修行人呢，无常观要很警觉。哦，所以印祖教我们死字贴在额头上。哎，我随时都会死，没有什么好去控制的，去占有的，没有什么好计较的。啊，你本来要跟人家生气，一想，哎，我下一刻死了，那我一生气，我不都地狱去了？哎，你这个嗔恚心就下去了。所以最殊胜的念头是什么？念死。这个啊，正法念处经啊，第一圣念，最殊胜的念头，念死啊，这个警觉性非常非常高啊。我们也有认识同修啊，得了胰脏癌，癌中之王啊，他不治了，一心念佛。哎，过一段时间呢，念好了，哇！你看那个大病从此一心念佛，哇，那个功德力太大了，把他业力给消掉了。后来我有机会遇到他，我说你现在念佛啊，跟那个时候比起来怎么样？他说差多了。哦，那时候想着可能明天就死了，拼命的念了。哦，所以老和尚指导我们，每一天都是最后一天呢。啊，有这样的心境啊，这个佛号容易提起来了，世间的东西啊，比较容易放得下了。好，所以每天晚上啊，都要死一次，还不警觉。啊，要警觉呀，没有一样是自己的。佛在《金刚经》中啊说得很好，三心不可得啊，所有生灭的东西啊都是不可得的。《金刚经》告诉我们，一切有为法，有为法就是有生有灭的，如梦幻泡影。得不到啊，像梦一样啊，幻泡影。大家小时候有没有玩过吹泡泡？你看一吹几秒钟，砰，哎，我们的人生就像这样，哎，万般将不去啊，什么都带不走啊。所以啊，万法原生呢，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啊。要看破世间啊。老和尚常常讲经的时候举一个万法啊，就像那个电影啊，一秒钟24章，你看起来是真的，它刹那在变，根本当处处生随处灭尽，不是真实的东西。你把它当真了，你就会想控制，想占有，你就会生烦恼，会造业了。造业就要又要去受报，又要去轮回了。老和尚引了菩萨处胎经，弥勒菩萨说的，一坛子32亿8000年，所以这一坛子这么短的时间呢，有多少个念头啊？320兆。那个
电影是24章啊，就把我们骗掉了。现在是一弹指多少？哦，那一秒钟弹5次好了，啊，1600兆，就好像底片1600兆张了，闪过去一秒钟之内啊。当处处生，随处灭尽，假的。哦，所以佛法啊，用这个轮呢，啊，圆轮啊，一切法用法轮来代表。啊，那个圆心啊，就是法性啊，性是空的。你看大圆小圆呢，都是依他而生的。哦，哎，但是呢，这个法性是空寂的，你找不到它。它不是物质，也不是精神，也不是自然现象。哎，但是你看它能生万法。哦，你看那个圆圈就是个圆心画出来的，不管大圆小圆。哦，所以色即是空。啊，这个圆圈是色。哎，它是从法性变出来，离不开这个圆心，圆心是能生。啊，哎，这个圆是所生所现。哦，但是这一切法哎，它现出来了，但是它是刹那生灭的，啊，所以真空哎，妙有非有，它是幻有，你不能把它当真的，哦，所以用法轮，你看圆心是空的，哦，所以提醒我们了，啊，当体即空啊，不能执着啊，啊，哎，能所皆空。体性也是空寂的，所现的物啊，哎，也是刹那生灭的。好，但是呢，啊，这个啊，我刚刚想到了啊，我们说梦幻泡影啊，这个梦排第一哦，是主要的比喻哦。啊，老和尚有说了。我们今天看电视，你看了这个连续剧看完了，你会不会把这个连续剧里面的事情啊，一直放在心上牵挂？会不会？啊，为什么不会？你知道它是戏呀，假的吗？啊，你们有没有看过哪一个人看的连续剧啊？看了之后啊？想了3年，哎呀，好痛苦啊！那个剧情啊，没有了哈。好，因为我们知道啊，那是假的。好，好，那我们现在人生如戏呀，啊，也像做梦一样啊，真的还是假的？现在你所遇的一切啊，都是假的，假象啊，缘聚缘散的假象啊。那我们就当作是看电视一样，你就不把这些事都放心上了，哇，那它就不影响你了。哎，啊，你看连这个身体，你也控制不了啊。假如我们能控制占有了，哇，那活1000岁也是年年18，是吧？可以控制，可以占有啊。不行，起了那个控制占有，就会造业了。哎，我们举个例子，儿女到你们家里来了，这是不是个缘呢？万法因缘生哦，
你想控制它，你会不会生烦恼？他会生烦恼哦。然后他是三四岁哦，他就离家出走，然后你就痛苦的要死哦。你看你在这个缘里面造业了。哦，所以啊，真明白了，当体皆空啊。要随缘妙用，不要起那个控制占有的心，可以受用，可以欣赏，但不能占有。你在这个缘干什么？我在这个子女的缘里面，我能够行菩萨道，我好好栽培他，把他栽培成现代的范仲淹，哇，你功德无量啊！那结法缘呢、啊？行菩萨道，不结情缘。你结情缘呢、啊，出不去了。哇，我也遇过那个夫妻啊，很恩爱啊，结果这个先生意外。潜水去世了，这个太太太恩爱了，一回到家都是脑子里都是先生的身影啊，她活不下去了，最后自杀了。哇，你看先生爱她，最后变成让她割舍不下，痛苦不堪，所以不能结这种情缘。结情缘啊，要去还债的啦，钱债好还呢、啊，情债好不好还啊？难还哦。啊，更不能结恶缘了。啊，结恶缘就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了。哦，好，哦，所以要看破世间哦。我们不能当真啊，就想着哎，现在在梦中，别当真。我们确实在梦中嘛，哎，就像看电视一样，不要放心上，就对了。哦，祖师说梦里明明有六趣啊，觉后空空无大千。啊，每天随缘，啊，结法缘，用真心，啊，不要。放心上，心上放什么？放阿弥陀佛，顺境不要贪，顺境阿弥陀佛，逆境不要嗔恚，阿弥陀佛。心上有阿弥陀佛啊，就妙得起来了，就可以在每个缘当中啊，提升自己，利益他人。好，那万法原生当体皆空了。哎，可是啊，唯独因果不空。那因果也是万法之一啊，为什么不空啊？啊，这是强调啊，因果呢相续不空。啊，因又变成果，果又变成因，它一直相续。啊，因果啊，循环不空，转变不空，啊，他是强调这个，哦，所以这个是事出事法的真相，啊，哎，有福的人呢，他是有得用，啊，哎，他要用的时候啊，样样都有，哎，可是他有德啊。他会继续去修复，他不会积财，积财伤道了，因为因果不空啊，他一直修好的因啊，他当然有福报了，所以要用的时候样样都有，这就很自在呀，你看老和尚表演给我们看的，广修布施。你看，所有结缘的法宝，
免费的。在澳洲每一年都给医院捐款，无微不至。平常不需要用钱呢，身上一文都没有，需要的时候啊，需要多少他就来多少，哇，这个财富自在了。老和尚做得到啊，我们做不做得到？大家怎么摇头？佛菩萨真理啊，又不会只发生在老和尚身上，那个叫偶然了，那不叫真理了。我们依教奉行啊，感应不可思议，在每个人身上都能证明啊。所以佛教人呢、要离相，要离念，修一切善法，就是这个道理啊。你修一切善法，你福报是越积越多了，甚至于你是三轮体空在布施啊，哇，那福报不得了了。三轮体空啊，就懂得离相了。布施的时候没有我这个相，没有人那个相，没有我所施的这个相，懂得离相啊，就不会着相。我们一着相就很容易生烦恼了，很容易起心动念了，所以要离念啊，离这些妄想分别执着。老和尚接着说了，我常常讲啊，我们要有使用权，不要有所有权，有所有权就想占有，想控制了。金银财宝啊，我能使用，我不必拥有。这多自在啊，这多快乐啊！需要用的时候啊，一点都不欠缺。我们一心啊，为佛法，为众生、修一切善法。你没有房子，可是呢，你到哪儿有房子住？你没有车子，可是来接你的车子都挺好的。而且你还不用去修理车子。那个车子隔一段时间还要加机油是吧？你有使用权，不要有所有权。不需要的时候，你没有负担。让银行去保管。何必要自己保存呢？我觉得哪一家银行最好？阿弥陀佛的银行。你这个钱干什么？去帮助众生。这个利息啊比银行的都高很多。这个佛门说舍一得万报。当然你不是带着这个我要得万报啊。是什么？你真心去利益众生呢、你的心量广大，当然这个福报就大了。所以了凡四训说的，因为菩萨他是三轮体空啊，他心没有边际的，他捐一点粮食啊，斗数，数是粮食，可以种无涯之福；他捐一文可以消千劫之罪，心是根本的。所以里面还有一个故事，大家应该有印象吧？有一个女子身上只有两文钱呢，她诚心诚意供养这个住持和尚亲自出来帮她回向。后来呢，她嫁给皇帝了，很富贵了，可能拿了几千两来了，
这个老和尚呢，叫他的徒弟出来帮他忏悔就好了。哦，那这一位女子啊，也很有善根哈、哦，她还懂得请教。啊，我前面捐了二文钱，老和尚你亲自帮我忏悔啊，怎么我现在捐了几千两那么多了，你只让徒弟出来了？哦，这个是他的善根哦，不然他一生气了，哼，下次不来了。哎，哦，而且这个老和尚我们也很佩服啊，没有见钱眼开哦。你看他心里只是想着什么，护念当事人的慧命啊。你看他一不出来了，哎，这个女子一请教。他一点拨他，哇！你以前两文钱呢、啊，至诚的心啊，真心啊，我不亲自出来啊，对不起你啊。你现在拿的钱多啊，那个心啊，没有以前真切了，啊，我让我的徒弟回向就可以了。哇！那当事人他就会关照自己的心啊，心是根本啊。心是最尊贵最殊胜的、哦、我们昨天念了一句、弥勒菩萨的偈子，只此心，心心是佛，是吧、是最灵的东西啊。所以这个啊，放在佛门啊，舍一万报啊，需要的时候自己就来了。所以你才会真正得到身心自在啊，快乐无比啊。所以尊贵之家呢，是好善好德，积善之家。而且能诸根无缺啊，六根充力，聪明伶俐啊，那是因为他闻名了啊，那来生呢、啊、得的果报啊，这闻名啊，哪怕没有往生呢、啊，都有很大的利益啊，而且还能常修殊胜梵行呢、啊。这个梵呢、啊，是印度梵文音译过来的，译成中文是清净的意思、哦、所以梵行呢、就是清净行、梵行就是清净行，心清净，身清净，生活环境清净，这是真正的有福报啊！我们说享清福啊！你财富很多，每天烦恼的心一堆啊，这也不算是太好的福报了啊！所以老和尚曾经去见到那个很有钱的人啊，结果对方跟他说啊。我每天要吃安眠药才能睡得着啊！哦，每天得吃安眠药，他有那么多钱，享得了清福吗？好，哦，这个梵呢，在我们三界啊，就是梵天啊，梵天属于初禅啊，属于色界天啊，色界天都要修禅定了。在三界里啊，并不很高。初禅有三天，叫梵众天、梵辅天、大梵天。经上常讲啊，大梵天王啊，那就是初禅天的天主。要想升到初禅呢、啊，
也就是往生梵天呢，都要修清净行，要修梵行。那清净的标准呢是什么呢？最低限度啊，要断五欲，不然就清净不了了。那你五欲没有断了，那还在欲界天呢，不能到色界天，不能到梵天呢。五欲是财色名食睡这五样，心里要是只有执着有，只要执着一样，就没有资格啊生梵天。哦，你就晓得啊生梵天不容易哦。生初禅五欲要断掉。那说到这里啊，老和尚说了，此事啊自己要很冷静的去想一想啊，能不能断得掉，有没有能力啊修禅呢？我自己啊想了很久啊，没有能力断财色名食睡。哦，那这个连初禅都没办法了。修禅呢不能成就。这才回头啊专修净土。选择法门呢、要契合自己的根气的。这个法门很好啊，都修不了了，那这一生就空过了。择法啊，择法门呢、要有智慧啊。净土啊不需要断，可以待业往生。这个我可以办得到。五欲要断掉，不是形式上断掉，要在心里放下。财色名食睡摆在面前呢，还会起心动念，那色界天去不了。可见呢，你修得再好啊，真正得定啊，也是欲界的定，身欲界六层天。欲界上四层，夜魔天、多帅天、化乐天、他化自在天，是修禅，也要修禅定哦。五欲没有断干净，五欲断干净了、就不在欲界，超越欲界到色界，所以梵天呢是色界。那要修殊胜的梵行呢，那有殊胜的梵行，就不是世间的四禅八定。因为四禅八定啊是三界之内的，还没有出三界出轮回。虽然是梵行呢、修禅定是梵行，并不殊胜。殊胜的梵行呢、是大乘佛法。因为出不去轮回，问题没解决了，不够殊胜了。所以目的是超越三界，永脱轮回，了生死，成佛道。所以念佛人这一生呢、没有决定愿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来生得人天果报，但是因为前生有念佛，所以善根还会遇到佛法，而且是遇到殊胜犯恨哦。所以遇到了，你真能把握住，发愿就能往生。
如果还不想往生呢，那就再等来生了。老和尚接着说，大家不要笑啊，我们每个人就是这样的。过去生中啊，生生世世都遇到这个法门，因为不想往生，所以混到这个样子啊。你要是想往生呢，早就成佛菩萨，还会到这里来轮回，来受苦难吗？所以这个事实啊，就是说自己啊，不是说别人啊。我们想一想哦。当我们接触到念佛法门，念阿弥陀佛啊，勉不勉强啊？不勉强哦。挺喜欢念的哦。大家不要觉得念阿弥陀佛很容易哦。是我们过去生就修哦，所以才会念得很能接受哦。印光祖师当时候那个年代啊，也是众生也是苦难很多啊，所以遇到小乞丐来了，印祖说：“你念一句阿弥陀佛啊，我就给你一文钱。”乞丐呢，肚子饿了，拿着钱就可以吃东西去了。印祖跟他讲，他不念。印祖很有耐性啊，又给他讲，真的，你念一生，我就给你一文钱了。讲了几次啊，这个小乞丐啊，还是不肯念，但是又很想拿到那个钱呢，最后着急了。哭了，还是不念了，所以念这句阿弥陀佛容不容易啊？你看他那么饿了，他善根不够，他还是不肯念啊。以诚供养诸如来，则能欢喜信此事啊。可是我们这么容易就接受，而且也很肯念了。我们还在这里轮回，所以老和尚这段话对我们重不重要啊？太重要了。那我们自己想一想啊，明明上一辈子就念佛了，为什么没有去？什么东西把自己拉下来了？这是我们这一生修行的重点哦。你这一生什么最牵挂最放不下，可能就前世就是被这个给我们留在轮回里面了。娑婆有一爱之不亲，临终被此爱所牵哦。曾经很多年前了，有一天跟我母亲散步，我母亲比我早念阿弥陀佛，我就跟他老人家说了，我说哇，你念遇到念佛法门了，你就很欢喜念阿弥陀佛，一点勉强都没有。我母亲说对呀对呀，那既然我们前世就念阿弥陀佛，怎么我们还没有往生呢？我们一定啊有那个很放不下的，所以我们才没有往生。我这个当儿子的话只能讲到这里了。一般当妈妈的人最放不下的是什么？子女了。后来我母亲因为21年前我要去海口了，我母亲啊很可贵，她说我把你交给阿弥陀佛了，不然呢这个牵挂母佛100岁啊
常忧八思额。这个心啊，还是放不下。哦，好，所以每一个人最放不下的不一样哦，这一生一定要放下了，一定要发愿往生了，不能再耽搁了，轮回路险了。啊，藕益大师说，这个坛子可以归安阳，阎浮不可留啊，这个轮回的路啊太危险了，一不留神呢，这个机会啊就错过去了。我说要归命大慈父啊，早生极乐国。归命啊，那就心上要有佛了。啊，这一生呢，我们又遇到了，遇到这殊胜梵行了，就是指这部经啊，念佛法门呢，啊，万修万人去的法门。问问我们要不要把握住，你能把握住了，这一生呢就生净土了，不能把握住啊，来生继续轮回了。可是啊，来生能不能得人生呢？这个得人孙如爪上土，失人生如大地土啊。所以此地是讲啊，念佛有相当功夫的人，念到身心清净，但是他没有求往生呢，当然得人生。身心清净啊，要发愿求生净土，决定往生的。啊，有往生的资格，不愿往生，当然得人生，这个没有话说的。好，所以真正念到功夫成片，念到一心不乱，愿不愿意出三界，就在你一念之间。所以第十八愿说，所有善根心心回向，愿生我国。一心求生，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，一个目标见阿弥陀佛。每一天随缘敬奋就好，不要把这些事放心上，把佛号放心上。所以五欲啊，障碍梵天，何况菩萨。所以这个清净心呢重要，一切行门呢以净心为要，要修清净。那我们佛号越来越多啊，心就能越来越清净了。清珠投于浊水，浊水不得不清。念佛投于乱心，佛号投于乱心了，乱心不得不佛啊。好，所以要觉悟。老和尚说啊，我常讲学佛的人啊，有四大魔障：财色名利。我跟经上讲的呢不一样，我讲的呢比较清楚。财色名利啊，四大魔障，这四样你不能远离啊，佛念得再好
不要说一天呢、无量寿经念十二遍，念二十四遍呢、也没有用处，也不能往生。决定要远离。我们念佛啊，是待业往生。不用断五欲，但是要什么？要远离呀、不然心不容易清净了。所以利害得失这个账啊，要算得很清楚啊，要为长远打算啊，不能只看眼前了。我把财色名利舍一舍，忍一忍，咬紧牙关了，也不过是几十年了。成了佛之后啊，得大自在，得永恒的快乐，是值得的。老和尚说，咬紧牙关，此生证无量寿，值不值得啊？太值得了。所以眼前这一点小小的，世间人认为是乐，不晓得啊，那是苦。他以为是乐。那为什么佛说是苦呢？因为后头是苦啊，因为这个乐会变化。比方说我们吃一顿很好的，哇，你吃的时候觉得很乐啊，吃完了，哎呀，我下次什么时候可以再吃啊？哎呦，那吃一顿我得工作好几天呢。然后你常常在想，哎呀，吃不到，吃不到了。你看，这个乐变成苦了，坏苦。世间都是生灭的，不能长久的。而且世间这个乐啊，真的不是真乐，它是什么呢？刺激。刺激呢，让你暂时忘掉苦。所以人都是苦中作乐。为什么？他问题没解决，家里的问题、工作的问题啊，烦心的事很多。哎呀，去乐一下吧，去跳跳舞啊，跳到一两点，回来苦也没解决，还增加了新的苦，腰酸背痛。隔天呢，还稀里糊涂的啊，因为睡不饱了。该睡觉的时候不睡觉，对身体伤害很大。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熬夜啊，二三十岁啊，那个身体就中了很多可能很快就要现的病啊，的病因啊。所以古人提醒啊，乐极会生悲啊，欲不可纵啊，乐不可极啊，会出问题的。所以眼前一点点小小的乐，后头是苦。真正的乐是从内而外出来，不是从外面刺激的。法喜从内啊，成长的快乐啊，放下的快乐啊，不被这些欲望控制住了啊，天伦之乐啊，行了孝，内心很充实啊，都对得起良心啊，这种养不愧于天，俯不作于人的快乐啊，这样的人呢，躺下去五分钟之内就睡着了，坦坦荡荡。还有得天下英才而骄之，这是孟子的三乐，就你利益到别人了，利益到社会了，为善最乐，助人为乐，你会从内而外欢喜，而且
不是一下子。比方当老实人，培养出了一个人才，利益社会了，他乐多久啊？他欣慰得很啊，这一辈子一想到这个学生，哎呀，太欣慰了。这个乐是长久的，行孝的快乐也是长久的。你觉得，哎呀，我这一生呢，很值得。父母在的时候，我也尽到心了。你想到都很安慰，你没有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。佛经上啊，譬喻人贪一点点眼前的这个乐啊，是刀头是蜜非常锋利的刀刃上面涂了一点蜜，要你去舔，是蛮甜的，舌头一舔，尝到一点甜头啊，已经被它割断了。我们现在看着这个景象哦，我们还贪财色名利啊，把我们去做佛的机缘给断送掉了。所以不能贪眼前的乐啊，财色名利的甜头就像锋利刀刃上那么一点点蜜一样。你想想，哪一个聪明人会干这傻事情啊？所以迷惑颠倒的糊涂人呢，才干呢。聪明人不干。好，我们刚刚念的弥勒菩萨这个句子，只此心心心是佛，十方世界最灵物啊，最殊胜、最灵的东西啊，所以要自爱啊，爱自己的真心呢，何其自性，本自具足，人生万法，大用啊，这个神通什么？跟这个心真心比，那根本算不上什么。所以我们已经认识我有真心了，就要在每一个因缘当中啊，让自己的真心越来越恢复，这是真正爱护自己的。所以《心经》说观自在菩萨，观自己的自性在不在啊？大家应该有经验了，念佛的时候啊，念着念着，其他妄念都放下了，当下身心清安啊，佛光一照，垢灭善身，身意柔软，所有疾苦莫不休止，一切忧恼莫不解脱。你念佛能感受到佛光铸造了，身心清安了，那种受用啊，不是世间这些欲望刺激能比的。世味哪有法味浓？真正尝到法味了，你一有时间了就念佛了，不会浪费掉了，分秒必争了。那我们去修行人敏锐度要很高啊。我们看念佛的时候，念佛即是自心现，深深唤醒自己，很有受用哦。跟我们起一个念，想财、想色、想名、想利，你一起财色名利的念头啊，你身心就不自在了。快不快乐？心就被这个东西
给你控制住了，你佛引领不住了，就被他牵着走了，不自在啊。修行人自爱啊，要自在啊。哎，你真的能感觉到啊，你一起五欲六尘贪嗔痴慢，你整个身心就被障住了，你感觉得很深刻的时候，你不愿意这样对待自己了，不愿意糟蹋自己的自信了。好，所以念佛啊，虽然把这些舍弃，好像是苦，其实里面呢有真乐，世间人呢没有法子体会，这个只有依教奉行啊，一念相应一念佛，他才知道那个受用了。你能把妄想分别执着舍掉、舍弃，真能念佛，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即大布施了。这样得啊，心地清净，清净是真乐啊。世出世间一切法，看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这是大乐。每天人事物都想不明白，看不清楚，就很烦恼了。清净心生智慧啊，佛号越念越得力啊，你在处理事的时候就不会荒腔走板啊，不会随顺意气用事啊，感情用事啊。好啊，你不入这个境界，这样的真乐你享受不到。那换句话说啊，这种乐趣啊，你从来没有享受过啊，你哪里知道？你晓得啊，刀头是蜜，那一点甜头，你没有尝到啊，纯净的蜜啊，那是真甜呐，而且后面没有祸害。纵欲了，造业了，后面都要受报的了。所以真正修行人才知道，他才能得到。好，所以妄念越来越少，心越来越清净了，那真正快乐了。那老和尚效法佛陀啊，讲经不中断啊，有人说老和尚是爱讲经的法师啊，哎，最后老和尚就说了，他是用啊讲经来服妄念，那妄念就越来越少了，清净心就越来越提升了。师父领进门了，修行靠个人了，我们也要自己用方法，让我们的妄念越来越少了。老和尚用的讲经不中断，因为讲经的时候全神贯注啊，不会有其他的妄念进来了。像我们用念佛用读经的方法，听经的方法，很专注，妄念进不来，心就越来越清净了。包含我们有因缘了我们呢广修供养，尽心尽力啊去帮别人，我们的心都在慈悲当中，其他的自私自利啊，妄念也进不来。生活是念佛，工作是念佛，应酬是念佛，处事待人接物，没有一样不是念佛。佛是真心啊，念是
金心，心上真有佛，真有真心。哦，那这个财色名利啊，不放心上了。这个越清净越有受用了。那闻我名字啊，这一句啊是贯穿这一段的三愿，皆是闻我名字。哦，那这个。啊，有天人礼敬，那第二愿呢是闻名得福，啊，来生尊贵家。那第三愿呢，啊，都省略了闻我名号啊，因为这一句是贯底下这三愿，常修殊胜犯恨，也是闻我名字，欢喜心要礼拜归命啊，都是闻我名号。常修殊胜犯恨，啊，须知啊，文字有省略，意思是圆满的，都是因为闻我名号，而这个闻呢，一定兼信受，如果没有信受，不能叫闻，啊，我们闻了，我们相信，我们。接受，我们受持。换句话说啊，一定要真正做到，受持就是去做了。如果没有做到，闻等于不闻。啊，一定要做到，才能得现前的福报、来生的福报、后世的福报。啊，如果真正发无上心呢，必得究竟圆满的福报，发菩提心，发无上心，啊，发度众生的心，啊，往生呢，能力跟阿弥陀佛差不多啊，我们才能帮得上众生。好，所以在这一段里啊。我特别提醒诸位同修，一定要远离啊妖魔鬼怪。魔跟诸位讲了四种，什么是妖怪？刚刚讲了财色名利是魔，什么是妖怪呢？现在在街头到处都是，只是你不认识啊，我认识啊，不认识啊，可能就会被他给影响了，不知道我。哎，我们现在人不知不觉受社会风气影响哦，啊，除非你认识啊，你不被他影响。左传呢，啊，把妖怪的样子很清楚、很明白的告诉我们。人气长则妖心，妖怪就心起来了。人把肠道舍弃了，哇，那所呈现的就是妖魔鬼怪了。肠道是什么呢？五常，仁义礼智信。不仁，现在人自私就不仁了。啊，都只想自己的利益，就不义了，哎，不讲理了，不讲信用了，甚至于还说理是吃人的。理是什么？理是做人做事的分寸呢，标准呢。你不学理了，人就不知道怎么做人了。啊，首先什么？对父母的理。他都不学了，对父母就很无礼啊，很傲慢啊，那就造业了。礼就像河流的堤坝，防止水泛滥啊。你看人的欲望欲如水啊，
你没有堤坝防住了，它会泛滥出来，哇，那就造成水灾啦。我们看现在礼，很多人不学了，看男女之间不守礼了，一年堕胎5000万啊，天下大乱啊。你说这5000万的业力影不影响这个世间呢？那这5000万的5000要乘以2啊，那造成这个结果是男女都有责任啊。你说这个业力，那个在佛经里面这是地狱业啊，所以妖星啊，你这个没有讲清楚了，那年轻人都觉得这很正常啊，那不是妖星了吗？哦，那不讲信用了，这个都弃了五常啊，都是妖魔鬼怪了。啊，你们看看社会上、街道上、巷弄上，妖魔鬼怪有多少啊？到处都是啊。啊，我们有时候在机场，哇，那些巷都很暴露啊，真的是到处都是啊。那妖星呢？妖就兴旺兴盛了，妖魔鬼怪兴盛了，这个社会还能好吗？啊，在佛法里啊，不守五戒十善就是妖魔鬼怪了。我们不守啊，那我们也在给社会负面的影响啊。哦，所以你说啊，这多可怕啊。所以现在社会上妖魔鬼怪多，世界要乱了，妖魔鬼怪势力大，人众多，影响力很大。当然我们也不怕，共业当中有别业，在道中就不在劫难中，老实念佛啊，这个不止自己不遭难，这个地方不遭难了。所以现在善良的大众，他不懂得分辨了，他就迷惑在这个境界里了。邪正不能不辨别，为什么？信正的人少，这个正信的人，能分别是非善恶的人少。大众看到人少啊，就都是依照五伦八德、五戒十善做的人少，那他看了，哎，心里想了，这事大概靠不住。信邪的人多，都是功利享乐啊。大众看到人多啊，总以为，那么多人都这么做了，哎，有点道理啊。于是就跟去了，这就是我常说的，现在的人信邪不信正，听骗不听劝，劝他他不相信，骗他他很容易就信。所以啊，孩子要去读大学以前呢，这个政治政见要建立起来啊，不然被那个风气一影响就偏掉了。所以我们要多从这些地方反思，在这个时代遇到正法修正行啊，实在是非常难得啊，难中之难，无过此难啊，被我们遇到了。心正行正，诸佛护念，龙天善神尊敬，弥陀大愿决定不虚，我们要深信不疑，而且念佛阿弥陀佛请25大菩萨随护其人，魔不能扰，妖魔鬼怪影响不了我们了。那一家都念佛啊，一家都平安，我们在这一处好好念佛啊，也能消这一处的业障，
保这一处平安。我们应该期许自己好好来念佛，来依教奉行，给社会好的榜样，不能让这个社会继续沉沦下去了。好，今天呢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